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玩这款《欢乐钓鱼王传奇》。犹豫先注册啦，前几天就帮我下载好了，因为是钓鱼游戏，我想说有空再来玩吧。想不到是横版大画面。好多钓鱼游戏都是做成手机的那种直立式啊。那这边解压缩一下，还算蛮快的。等他一下下。今天是8月13日星期二。好几天了吧，两三天前的游戏。但是现在下载量是10万加了，大概又是国际服吧，只是台湾 Play 商店玩得到这样。我看留言大部分都8月10号啊。今天是8月13号差不多啊，我就记得是已经两三天了。那我们就当作它是8月10号吧。因为那个留言会 ，Play 商店的留言是根据你的地区，别的地区的留言你看不到。啊 ，Google、Facebook、游客。我今天在那个平常去网页贴网页宣传的地方，又看到有人玩这一款，我就哎呦，竟然有人也玩了。这边有一些感觉是 AI 的面孔。当然选个美女啊，选个这个东方这个日系美少女，比较日系的。确定，钓游戏啦，钓游戏，声音可以大声一点，看怎么玩吧。这个怎么被我关掉了？卡多湖，有点小声哦。哦呦，我在这是不是？这个有点韩国少女的风格，凛凛。我们先抛竿一下。写实风，写实的手啊，钓竿啊。好，手写按住是不是？按住，太多的话要放开。一直消耗他的体力吧。哦，这样就会失败。好。力竭哦，也是写实的鱼啊哦，银鲈是不是？我对钓鱼这个运动这个活动没什么兴趣，所以我没有钓过鱼。以前有一些国中同学啊，或是高中同学啊，应该是国中同学，他们喜欢钓鱼，会相约去钓虾场。台湾应该都是钓虾场啊，哎呦，超巨型鱼。这干嘛？摆竿哦！摆竿，我也不知道摆竿要干嘛。左右摇摆，往上爆气，这是一个 QTE 的玩法。摆竿，我们这边有能量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收线往上，消耗这个能量。完美，完美。啊，竟然没死！啊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这个摆竿你要射热箭。不然就是你去控制它，我是用模拟器。
好，哈姆马上变成第一位了，就 QTE 玩法，钓鱼游戏都这样嘛，就拖拉放，然后摆到正确位置，放开压。因为钓鱼游戏很多游戏都会做钓鱼的小游戏啊，声音怎么那么小声呢、啊？BGM 比较小声，但音效比较大。啊，获得了光轮3000，一个纸卡。有宝箱啊，再开一个，这个蓝色箱子，这边有白绿蓝紫橙啊。好，这边就慢慢累积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就没事做。应该说教学完毕了，再來就是你要自己去玩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设定吧。他还在给我下载吗？这边还在下载。哦，这么大，500多 MB。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钓鱼小游戏，哎，想不到做得还不错啊。横版的又都是写实风，如果你能在这个地方钓鱼，应该很爽吧？对不对？在这种小湖边啊，然后有一些水鸟啊，然后这个绿树啊，然后有个小屋在那冒烟，哇，真的太爽了，太惬意，退休生活。还有那个海鸥的鸟的叫声啊什么的，怎么感觉是韩国游戏呀？我来看一下这个游戏厂商是谁啊？ARK Game Limited 的王子变变变送10000抽也是他们家的哦。然后设定的部分60帧震动，画质可以再调高一点。语言的话，国际服啊，大头贴可能可以再换。名称我们刚才已经用了，所以应该是不能再取。再取可能要消耗什么资源吧，我在想。可以绑定 Google 跟 Facebook。嗯，这边有一些活动哦，七日活动吗？应该是七日。这第一天吧。有没有倒计时？哦，待会才会开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有任务，钓一条鱼。生涯装备，你应该装了吧？它好像没有跳出装备的东西。好，没钱了，没钱了。鱼卡、鱼类相册、成就。啊，钓鱼星星，好，Let's go。哎，就这个吗？爆钓对决，自由模式。我好像用这个哎。好，抛竿。应该来设个乐箭哦。我来设一下乐箭哦。等我一下，摆竿，哎，太嚣张了，马上失误。哎，第二个鱼要消耗一个体力哦。好，这个应该是相册啦，图鉴。练习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用空白键啊，空白键去拉。
然后收线一下。大量扣他的血。哎呦喂，这个嘴巴怎么那么奇怪？那鼻子那么奇怪？汤匙的匙是不是匙吻寻哦？4.3公斤呢、欸？西加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啊，钓鱼游戏。好，我们继续钓，再钓一条。咻！在下雨哦，还有鸭子的叫声呢、欸，怎么这样？放大招啦！抓到啦！牛头鲶鱼中型 medium 260分新纪录。好，升级了，继续做任务。完美刺鱼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叫完美刺鱼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完美刺鱼啊。怪怪的啊！啊，教我们刺鱼是不是？孙教练，这个 哦起钩、哦，这叫完美刺鱼。哎，哎呀，我在看这边，忘记我已经爆掉了。啊，完美刺鱼下。起钩，起钩！好，抓到啦！又是刚那个牛头鲶鱼啊！钓鱼游戏就是这样啊！啊，完美吃鱼两次。OK， 哎，一个不小心，他刚好力竭，我都快断了。咸水白鲈，鲈鱼的鲈是不是？还算有趣啦。如果你对钓鱼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收集这些东西，收集鱼的图鉴啊，然后到时候换地图啊。哎，怎么突然卡住？我以为卡住了。哎，怎么突然又抓到了？我好强啊！这个熟能生巧啊，好不好？起钩，感觉他一下就力竭了、欸，人家快死了。拜拜！啊，教我们啦、啊，可以换地区了吗？哇嘞嘞，一次消耗三个体力钓大鱼啊！我们终于有大鱼可以钓了，这个小鱼实在是不够刺激。完美刺鱼。哇，血比较多哎、欸！拜拜！哇，斑点雀鳝，826分。3.19斤，那是斤哦，不是公斤。OK， 我四级啦，钓到6条鱼啦，
开十个宝箱，我们要回去开宝箱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图鉴。好，宝箱在这边。我们这边有鱼卡、欸，应该是要装备鱼卡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开卡包，有鲶鱼，可以升级有没有？增加我们的一些 buff。哦，超巨型鱼。升级，但是不能升，因为需要那个鱼卡。像这个可以升，是因为有鱼卡嘛，五分之就五张嘛。这边就会有一些加成啊，分数加成啊，伤害加成啊。啊，当然我很快就没金币了。我们就要开箱子，还不错玩啦，还不错玩啦，就玩那么多，我没有玩很多，就玩了钓鱼游戏这款算还算有趣耶。好，关闭，可以突破是不是？这张这个蓝装啊，夜光曲。然后这边可以再开，但是我们可以先放着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做任务。好，要累积6000分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这游戏写实风嘛，画质啊什么都还不错，档案也蛮大的，还是给我下载。想不到啊，我想说第一时间没玩，以后再之后再玩。有预先注册啦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